我今年见到乡村爸妈给咱们同胞了，养尊处优，我祝你爸妈赚的喜事的。过年关注忙不过节，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叔送给了爸妈吃的，我祝人个人团结团结，不能争钱不就下人年味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纪录，现在三百八十多，三百分之八他们说那他妈我都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挣钱不就像什么年味这局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三百八十多，三百分之八他们说那他妈我都做了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挣钱不就像什么年味这局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把人的把他们装了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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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人把马子的红接拉的江苏了的病的到时候刚才那边在江苏那当我们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了中等的公布家伙人养拉香咋了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了是请你动感受上受些人你记得给他老王在那刚刚这边做了马人们都对我的解释跟来吧就打这样老子这样等送这都是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着等着马里们在这等着你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三平的送用等你走接这头是找着当时你见这道路们在这江湖上养的安的最多的几斤接着我在这道路的门门把的在你我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主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钱不足的你没想送的嘛，钱不拿家，把个的当俺咱都什么都，东巴的姐将来想咱喽。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啊！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啊听圣道报蛮轮啊，然后修行啊，成佛以后度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继续讲。圣道报蛮轮，那么，这个圣道报蛮轮的这个前面的一个很多的内容，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内容呢，这个圣道报蛮轮当中的，这个事相啊事相这个，堕落啊就是这样子。堕落就是说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闻思修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啊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不能堕落于这个某些地方啊。那么这个当中呢，那这个他收集了思想啊堕落的地方，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学佛的时候什么是啊这个比较偏激的啊，堕落于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就是不对的、不如法的啊，有十个不如法的地方啊，就叫做啊世中这个堕落啊。那有些这个圣道宝蛮轮的这个韩文的版本，目前就有这么一两个那么他们的翻译是。实相啊，流如错误啊，或者是奏相错误的意思，他们的翻译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想这个，就是说实相堕落啊，这样子的话，大家更容易啊理解一些啊。意思就是说，有实见啊，有实相啊，走如啊这个错误的或者是堕落的，有这样子的实见啊。
这些我们啊要平时要注意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四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就遇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然后我们啊学佛啊不精进，如果精进的话，也就是没有什么结果，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啊就走偏了啊，偏激极端啊，比如说我们的见解方面的极端啊，心位修心啊，以及很多方面都有这个极端，都有这个堕落的地方啊。那么他就在这个当中啊选了十个啊，选了十个啊，在这里叫做这个十相多罗。那首先我们讲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冈波巴大师说啊，学佛的人啊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根基啊，我们每个人的根基不同啊，有些人啊这个智慧啊或者是比较聪明啊，也不一定是智慧，但是比较聪明啊，但是这个对佛啊对佛法啊的信心啊不足，信心不足啊，但是他是比较聪明的啊，也有这样的人啊。然后有些人呢啊是不聪明，但是呢他的心性啊对这个上士三宝，尤其是这个佛法，对佛法的这个心性啊是非常的足啊，有这种人。那么这些人都是啊，这些都是极端啊。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这些要调整要平衡啊，这样子的意思。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对佛法的啊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啊，但是比较聪明的人啊，他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他会走入什么样的这个错误呢？对三宝啊没有太大的信心。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大学里面的教授啊，很多都是在研究佛教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学位也是比较高，然后他们也是比较聪明的人，但是呢他们对这个佛法没有什么信心，就是有这样子的啊。另外一个呢，就像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也有这种情况啊，学佛的人当中也有这种情况，比较聪明啊，我们在文思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考试的话啊，就每次都是考得比较好的啊，考试考得比较好啊，然后我们如果学悟部，这种人如果去学悟部大论的话，那就是悟部大论啊学得比较好，然后背书啊就背得比较好啊，考试也就很好，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学得好就对佛是不是很有信心呢？啊，这个不一定的啊，学得不好的人不太懂啊这个佛的理论啊，但是呢他非常虔诚的啊，非常有信心的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学得好啊就是很有信心啊，学得好就会修得好，其实这两个是两码事啊，学得好啊是另外一回事，修得好也是另外一回事啊，学得好这个就是说为是说这个说明什么呢？对佛法的理解啊，对佛法的这个认知方面呢啊，就是比普通人还好一些啊，只能是这样。但是是不是修心好呢？修心就不一定啊，比普通人啊，比其他人好。修心不一定比其他人好。对这个对佛法啊，对佛法啊，对上士三宝的信心啊，就不一定啊比其他人强啊，所以我们呢这个不要以为学得好啊就是考试考得好啊，背书背得好啊，不要以为这样子才是修得好啊，其实这是两回事，背书啊背得很好的，然后呢考试每一次都是就比较考签的啊，那么这种人当中呢修心修得不好的啊，还有就是
甚至就是对这个佛法的心性啊，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信心啊不强啊，不够强啊，有这样子的啊。那么这种人呢，他会最终啊，这种人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懂得啊，不懂得这个调整啊，这个信心和智慧啊，我们不懂得把它作为平衡的话，那么这种人啊，最后就会堕落于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这个空谈者啊，这个里面就讲啊，最后就堕落于空谈者啊。空谈者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要讲无不大论啊，一定会讲得很好的，讲得很好的啊，我讲无不大论啊，像讲中观啊，讲阴明，讲什么都没问题的啊，给大家做辅导啊，或者是自己上去讲啊，都没有问题的，都很好。但是呢，啊，就是这是空谈，意思就是说自己不会修啊，为什么呢？他的心行的啊，他的心行不足。心性不足，所以呢，他只是讲而已啊，只是讲而已，所以就不没有没有实际的行动，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实际行动的话，那就他的这个烦恼啊就没有办法解决的啊，烦恼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烦恼，不是啊，也因为讲得好才能够啊才能够这个断除啊，就是而是修得好。啊，才能够修得好，才能够断除这些烦恼，才能够减少啊。那修得好，修心的基础，修心好与不好啊，修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心性啊，我们对佛的信任啊，对佛法的信任。大家都知道，心啊，这个心性可以分三种不同的心性。那其中最重要的心性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因果。轮回啊，还有这个像四圣谛啊这样子的佛教的内容啊，坚信不疑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这是这个其中一个，这个信心啊，那这个信心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信心的话，那就是不会去修的，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第二个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对佛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成佛啊，这也是一种信心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去了解啊，去学习这个佛的四圣谛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发现啊，四圣谛是唯一的这个真理啊。要解脱，要成佛的话，那就必须要去学四圣谛啊。学了四圣谛，修了四圣谛，一定啊会解脱，会成佛啊。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会产生一种信念啊，就是一种决心啊，我一定要去修这个四圣谛啊，我一定要去这个去修啊。那这个也叫做。这也叫做信心啊，这是其中三种信心当中这两个啊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种信心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看见佛啊、法、僧啊三宝的时候啊，内心当中啊充满啊欢喜心啊，这也是一种信心。那么这三个信心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两个啊，信心是特别重要啊，我们。学也是很重要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啊。我们很多人也在学无不大论，也在学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好的啊，很好的。也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大家应该去学。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啊，这佛法啊是一辈子都是学不完的啊，学不完的。比如说，我们学佛啊，从22岁学到现在了啊，从1984年学到现在，差不多是30年啊。那么现在还很多东西还不懂啊，还没有学完啊。无不大论的一些难题，我们到现在都很模糊的啊。然后呢啊，更何况是更多的，比如说密法里面的很多很多虚补啊，很多的这些很广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呢，
有些佛经我们就学了30年，跟看都没有看过啊，因为佛法太多太多了，是无量的、无边的，所以这一辈子当中我们不可能学得完啊。所以呢，就是学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然后呢，必须要懂得去修心啊，修心，然后文思秀这三个呢，我们比较专注啊，比较重视文和思的时候呢，在修心方面呢，可能需要放下一部分啊，然后开始修心的时候呢，在文思方面呢，可能也要放下一部分。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好好的学文思啊，然后文思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要懂得去修心不修心啊，一直都学，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最后这也是一种堕落啊。这个就是最后就变成一个有没有出离心啊。有没有菩提心啊？然后呢，也没有对上师三宝的这种信心啊？那这是动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论啊，动很多理论，佛教的很多的理论都是比较熟悉都会讲啊。但是呢，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空谈者啊，空谈者啊，所以这个意义不大啊。这是第一个堕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我们在学无不大论，非常好。我刚才也说，这是个很好的。我们，就曾经也学过无不大论呢。那这个无不大论当中的很多都是，很多都是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这个是可以实践的啊，就是有它是有现实的意义啊。所以就是这个不需要等到成佛的那一天啊，不需要等到往生极乐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天。不需要等到下一世，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就获得了这个利益在这个现实当中，当我们遇到不这个烦恼的时候遇到这个生老病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有些关键的时候有些关键的问题上面呢。平时我们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什么这些，金钱呐、名义呀、等等的东西，其实这些关键的时候，它根本是不值钱的它是最不值钱的。这个是，但是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呢，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它用得上，这个时候用得上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哲学很多的哲学很多的逻辑实际上这是一些学者就玩游戏一样的也是学者的游戏，实际上很多都是没有现实的价值，没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呢，佛教就不是这样子，比如包括无不大论都是这样子，学阴明也好，学中观也好，这些都是如果我们自己会用的话。那是完全是可以用到生活当中用到这个工作当中都是有这个现实的意义都是有现实意义的，这学了很好的非常好的但是呢，有一个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学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有可能着迷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直都学，一直都学，不断的去学，然后就是这个不想放手一直都学。就像过瘾一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这个学了很多东西了学到很多东西了。这个时候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因为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很多东西以后呢，对上师三宝有更加强烈的信心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文思这个并不是说文思的越多就越没有信心，它不是这样子有可能我们文思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的佛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佛越来越有信心对法越来越有信心，更加的想修心然后我们最后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佛法唯一有价值的、唯一有用的这才是佛法。所以对任何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去想修心这是一个。
啊，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是什么呢？如果搞不好的话，那就是，就学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啊，然后呢，就去研究很多很多的理论，但是呢，在这个修心的方面啊，心性方面呢，就是，不够啊，不足。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佛教的理论啊，就是用到什么上面呢？没有用到修心上，而是用到辩论啊，就是用到辩论上。啊，然后呢，把这个佛法、佛理啊，就当做一个这个尺寸，用这个尺寸来衡量啊别人的长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开始推迟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个堕落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文思堕了啊，这个不一定是好事啊，文思堕了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可能这个知道很多以后呢，越来越有信心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许因为这个文思多了以后呢，自然就在这个修心的方面呢，就少了一些就是这所有的本来我们就这么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都用到文思上面，那么修心这方面就没有时间去修心了。那这样子不修心的话，然后越来越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知道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平时比较聪明的没有信心的这种人呢，就会堕落于空谈者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空谈者。那这是一种堕落，这是一种学佛的人的一种堕落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趋势的话，那么立即就要调整调整过来这个时候呢，减少文思然后增加这个修心，要加强修心的力度。把这个信心慈悲心。还有这个出离心就往这方面下功夫，这样子以后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信心是特别的重要平时我们讲上师三宝佛的这个加持，上师三宝佛是有加持的所谓的加持呢，就是一种能量，就是一种我们看不见，但是能够感受得到能够感觉得到的一种能量叫做加持。那么这个加持呢，它本身是属于谁呢？属于佛，属于菩萨。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加持呢？因为我们学了如心论呢，学了这些菩提心的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些佛菩萨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的这个修心呢，它实际上在这个储存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什么呢？它能够生生死死，它的任何一举一动都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它就是要，它都是一直都在这个储存这种能量有些时候是修心有些时候是发心有些时候呢，积累功德无论是积累功德也好发愿也好，修心也好，这一切的一切最终的这个目标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它的这个积累这种能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佛菩萨的这个境界达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个它的这种能量储存到一定的时候呢，现在已经有，它本身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那个力量，那么这是属于佛菩萨的境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种能量呢？唯一的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心性没有心性的话，佛菩萨他是有这种能量有加持，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的我们感受不到。为什么？佛菩萨他本来是这个公平的
是非常的公平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有些人痛苦，有些人这个这个心夫啊，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解脱，有些人就这个堕落呢？那是因不是因为佛菩萨的价值不公平，而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性啊不足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啊感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呀。佛菩萨的加持就是一种法师法师台法师出来的这种型号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心性呢就像是接收器啊，就像接收器啊，然后这发射台可以发射出这个心好啊，但是呢我们没有这种接收起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感受不到的啊，所以心心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经常就看到很多的这些老上师老上师他们懂得知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不是很多啊，包括这个佛教里面的就像无部大论啊等等的他掌握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呢他们对他们的上师或者是对这个传承的上师，对佛法的这种信心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啊。我们很羡慕他们的这种境界啊，就是因为他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信心，那这个信心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当他面临一些这个烦恼的时候呢，所有的问题都是通过他的这种信心去化解都化解了他就是有这个遇到，就比如说在人世间他经历了一些这个坎坷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是有就内心当中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压住所有的这些不开心这些烦恼都可以压住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这个力量是他们对他们的上师或者是他们对佛法的这种信心只要有这种信心就照亮一切所有的黑暗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就当下就根本就感觉不到，当下就是消失就是这样子他们呢这些人呢一直都就生活在一个这样子的阳光当中就是一种无限的这个力量当中，这个力量随时随地他们都感觉得到，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他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他们可以感受到佛菩萨的这个加持，上师三宝的加持，我们大家都有上师呀，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可以感觉到上师的存在或者是他的这个加持，那么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感觉不到呢？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上师不公平这不是这个佛菩萨的价值不公平，而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性不一样，每个人的心性不一样，所以心性的程度不一样我们所有学佛的人呢肯定是有心性的从没有一个从根本上不承认这些根本上不相信的人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性呢都是有这个层次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非常有心性的这些人呢就他无论是他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他这个时候都用得上这种心性的力量，他可以接足这个心性的力量，他可以把这些所有不开心的东西都可以化解然后在这样子的这个强大的心性当中，他一祈祷上师三宝的时候，然后他可以获得无限的力量，他可以完全可以不在乎这些人世间的所有的坎坷就像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修行人，就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子的这个劫难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来的呢？所以很多人都是依靠这样子的方式来，并不是他们的知识在这个时候是不解决任何的问题的，知识不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信心才是最重要但是信心必须是我们的心性必须要是一个直心不能是一个迷心
那如果我们去盲目的去崇拜啊，盲目的去崇拜，根本就不问世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星星的重要性的时候呢，然后就很多人觉得星星很重要，知识不重要啊。那我们干脆就不学了啊。一开始我们就相信谁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啊，没有任何的他的这个，在这个星星的背后没有任何的支持这个星星的逻辑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一天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啊，所以这个文思还是需要的。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说啊，就不需要文思了啊，就要去实修啊，不需要文思。其实实修当然是要实修的，但是呢，不需要文思，文思修脱节的话，那这个不会有真正的实修，其实是说说而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文思都没有做好，那怎么可能修心呢？不可能的，这个文思修文思啊，做好了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修心才是对的。文连文思都没有，没有文思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什么呢？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修啊，没有文思，他怎么知道怎么样去修呢？那就连修心的方法都不懂，那。怎么什么叫做实修呢？根本就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文思修是不能脱节的啊。但是这个文思太多了啊，一辈子都是就文思啊。我们很多很多背很多很多的数啊，四背数啊，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实修性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就是说这个时间人就说的不就是书呆子吗？啊，没有什么用了，不会用知识。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不会用啊，不会用，就最后就变成书呆子，没有用了。所以这是一种堕落，最后就堕落于空谈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现在我们学员的这个学我们学员的这些讲像这个菩提学会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当中啊，学无不大论的很多的，非常的好啊，这个很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魔法时代，大家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大家都非常的迷茫的时候，这是特别的重要的，一定要闻思的但是呢，这个不能过度啊，过度。我刚才讲了，这个佛学闻思，这个没有一个完，这文思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画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个不可能的。我们学了30多年，还是很多东西还是不懂，学了一辈子也是还是不仅是30多年，学了一辈子也是还是会有很多很多不懂的啊，连逻辑上都有很多。这佛经里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佛经，我们连看都没有看到啊。有这样子的，这看不完的，这个是学不完的，所以学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必须要修心啊，修心的最基础的，我们平时我们经常都在讲出离心啊、菩提心，这个我们都经常在讲啊，但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啊，更重要的就是心心啊，心心。如果没有心心的话啊，没有心心的话，那就是。一出离心和菩提心也是不会有的，根本就不可能的啊！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没有信心，但是呢，我有出离心、菩提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前啊，还是信心是最重要了啊！我们要，但是我们的信心必须是一个直心啊，而不能是一个迷信啊，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信心，那我们会堕落。啊，空谈者啊，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当一个空谈者啊！佛学，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学到的东西，一定要给别人讲啊，一定要给别人说啊，因为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人想学佛啊，但是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学佛。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说过啊，比如说。在一个黑暗根本就看不见路的时候呢，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人聚在那边，他们想找一个出路就找一个出路。但是呢，因为一片黑暗，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的手里就有一个火把那么他或者是一盏灯这个人他自己
靠这盏灯，他找到了路，他出去了啊。然后他出去了以后呢，啊，他把这个灯灭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这个不能这样。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啊，他把这个灯啊，这一盏灯应该给其他人啊。然后呢，就希望更多的人就是靠这个灯光啊，就是走出去啊。这佛经里面讲的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啊，我们今天学到的，其实我们大家也在学这个五部大论，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学到的，也是很少啊，但是这个也没关系，只要我们学到的是正确的啊，是真通的啊，是真正的佛的思想、佛的观点的话，那么学到的东西不多也没关系，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应该告诉其他的人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人想学佛，我们今天想学佛的人是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多呢？啊，就是过去啊。我们认为啊，只要我们有钱，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们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我只需要钱啊，有钱我一定会幸福的啊。但是这种想法呢，我们今天发现这个是错误的啊。这种追求啊，这种方法已经失败了啊。很多人有钱了。很多人有钱了，但是不幸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啊就回头重新去找一个啊另外一种出路啊，原来的这种啊这种出路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是一条这个死胡同啊。这个时候呢，大家重新去想去找这个啊出路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经济发展了以后呢，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这个影响。这个影响为什么有这样负面的东西呢？就是有物质生活要提高，我们要付出很多呀。啊，如果不付出，这个不可能从天而降啊。那么在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啊，就很多人这心灵上啊，就面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今天叫做这个心灵危机啊。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呢，唯一的解决的方法啊，就是佛法啊，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都想学佛啊。但是呢，大家都很迷茫，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啊。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学到一点东西，那这个是应该是传播的，应该让大家应该给大家分享，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说出去的话是没有分量的啊，没有分量。比如说两个人他说的话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一个人呢，他真的是有修心的经验啊，他是有内涵的啊，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空谈者，他没有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口头禅啊。那这样子呢，说的话完全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话的力量啊，对别人的这个作用啊，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啊，想救自己啊，也得要修心。如果我们想救别人，也要修心啊。所以我们学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必须要再不要去死背书啊，把五部大论都背下来了啊。背下来了以后呢，这个当然是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啊。这个不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就背什么其他的这些名词呀啊单词呀不一样的，这个是有功德的啊，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呢，这仅仅是功德而已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些这证悟啊啊，这个断除烦恼啊，那这些呢还是需要去修啊，光是背也不行的。光是学也不行的啊，光是辩论也不行的啊，所以最终还是要修心啊。所以我们学的差不多了以后呢，啊，大家要懂得修心啊，不要当一个空谈者啊，这是第一啊。第一就是说没有啊这个心啊，没有信心，
或者说这个没有强大的心性啊，就有一点点智慧的人呢，啊，就会堕落于空谈者啊，这个非常不好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有信心啊，他这有很强大的信心，有信心，但是呢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也是不对的。这样子的话，这种人会走啊，会堕落于什么什么什么地步呢？就是勉强顽固啊，万固不化啊，他最后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什么是万固不化呢？因为他没有智慧，他从来都没有学过任何的东西啊，他自以为是啊，他认为他的观点才是对的啊，他的观点才是对的，所以他就不接受任何人的建议啊，不接受任何人的劝导啊，然后他认为他的这个路是唯一的这个正确的啊，这样子以后呢，他自己自以为是，这样子去修啊，那修了以后呢，因为他没有智慧呀他没有经过这个文思修啊，所以他所认为是正确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是正确的啊。那么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智慧啊，他是非常有信心的啊，非常有信心，他非常是自信有自信的啊，他认为他的观点才是唯一的这个正确啊，然后就其他的东西他都排斥不接受哦，这样子以后呢，这种人呢最后就是一个这种这个顽固不化的人呢，那就是永远都不会有进步啊，永远不会有进步，因为他自己的他自己是很有信心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不懂什么是密法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密法，但是呢，他以为他上师给他传的这个法就是大圆满或者大收音或者是密法啊，然后呢，他就修这个法，然后根本就不去看佛经啊。比如说他的上师给他说了一两句话，他以为这个才是至高无上的这个诀窍，除了这个以外，他不需要不需要学不需要看，然后呢就更不接受其他人的这个建议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顽固的那这样子的话。那这种人很多都是堕落于这个万古不华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以后呢，他就不懂得去听别人的建议不沟通不交流我们在比如说师兄之间不交流，他以为他的才是这个是真理他的他以为甚至他以为他已经证悟了。他已经证悟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讲证悟没有那么容易你这个不是证悟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听的当年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不久的时候呢，然后释迦牟尼佛考虑他已经成佛了，但他的这个法怎么样去传播呢？然后释迦牟尼佛首先考虑的是想先看看这个印度的上层人士，他首先就向这个上层人士的这个说服力是很强大的他先说服几个上层人士，然后再去推广佛法。然后他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上层人士当中就有一个是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当地的人，很多很多的人非常崇拜的有一个。据说是一个阿罗汉的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修行人首先释迦牟尼佛想说服这个人度这个人度完了以后呢，然后再传播佛法然后呢，佛陀就靠近这个人去开始跟他聊那么这个人呢，他认为他是阿罗汉其实释迦牟尼佛还没有传这个第一转法轮这个之前是不会有阿罗汉的，不可能有阿罗汉。但是他认为他是成就者，他是成就者。然后呢，释迦牟尼佛讲了很多的法，他都不接受的他都不接，他觉得这个人的见解贬低，
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自己也是阿罗汉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给他实现了很多很多的神通啊，很多神通。然后他又觉得这个修行人啊，神通方面也是不错的啊，也是不错。但是我自己还是阿罗汉，根本就没办法动摇他的这种自信了啊。他这种自信是根本没有办法的啊。最后最后最后释迦牟尼佛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以后才能够说服这个人啊，原来才知道他不是阿罗汉啊，就是这样子。这叫做这个顽固不化啊，顽固不化。因为他不懂什么叫做阿罗汉啊，他不懂什么叫做真悟，他也不懂什么叫做修心啊，因为他没有闻思过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很难啊，这种人啊就是很难动摇他的这个观点呢、啊、很难的。如果他的这种观点呢、啊、一辈子都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这样子下去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所以有啊非常有心行啊但是没有智慧的人呢，就会堕落啊，堕落到就这种啊，这种人也是一种堕落，也是一种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堕落的意思呢，就是极端啊，就是极端啊，那这也是一种极端。所以智慧和信心啊，两个一定要平衡啊才对的啊，平衡了以后呢，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可以走上解脱的道路。解脱道路啊，我们有非常强大的信心啊，但是没有智慧啊，那也是不行的啊。就像我们看到的有些外道的他们的教徒啊，对他们所说的这些一些，比如说上帝啊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神啊，他们对这些他们的所崇拜的这些神是非常虔诚啊。非常虔诚啊，然后他们提到这些什么这些他们崇拜的这些神的时候呢完全可以达到什么样，就眼泪直流啊，汗毛竖立，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些他们能做得到，他们能做得到。但是这是什么呢？这是心性啊，心性是非常强大，但是呢没有智慧啊。我并不是说除了佛教以外其他宗教都没有智慧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没有像佛法里面这样的这些智慧了啊，所以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强啊。但是呢这个因为没有智慧以后呢，他不去思考问题了啊，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他不会思考这个问题，他坚信啊，他坚定不移，他认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就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也没办法说服他啊，任何人都没办法说服啊，实际上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挽救啊这个人的观点。这样子顽固不化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在我们佛教里面呢，这也是一种堕落啊。释迦牟尼佛我也强调这个信心啊，但是没有智慧的信心啊是没有用的啊。实际上没有智慧的啊，没有智慧的，或者是已经脱离了智慧的这种信心啊，实际上就是有可能这个是迷信啊，有可能这个是迷信。迷信和知心的原因啊，信心它本身就是就一种，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种信心，就是一种信任啊。但是呢迷信在他的背后没有一个逻辑啊支持他的啊，没有任何的逻辑啊。智心就不一样了，智心的后面就有逻辑，有理论啊，有理论啊支持他，所以他不是迷信，他就是知心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两方面都需要的，这个特别重要啊。那我们要达到平衡的话，怎么样这两个可以达到平衡呢？第一个要闻思啊，闻思啊。我们有些啊，有些人，有些学佛的人，就是经常就是啊，说他们的口头禅是什么呢？啊，就是实修啊，实修不闻思，实修啊。但是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实修啊，不闻思怎么知道实修呢？啊，
实修就修什么呢？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修啊。所以这个实修啊，经常都挂在嘴边啊，但是呢，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实修，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所有的这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有啊这个一定的文思的基础，除非是不相接脱啊，不相接脱，比如说修人天啊，修人天乘啊，那这样子的话，虽然是不需要太多太多的文思，但是他也要知道啊，他也要知道什么是善啊，什么是恶啊，善恶因果轮回啊，最起码啊，这个是因果的取舍啊，因果的关系，这些他们也要懂啊啊，连这个都不懂的话，人天乘啊都没有办法修啊，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文思基础，我们通过文思来啊这个增加我们的这个智慧啊，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心啊，实修啊，用修心来增加我们的这个信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可以达到这个平衡啊，这两个是特别的重要。那如果这两个一旦失去了这个平衡的话，那就是我们会堕落的啊，就是要排除这两个堕落，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堕落是什么呢？有些人是非常的精进啊，非常的精进，非常的用功啊。非常用功，但是没有诀窍啊，没有修心的诀窍，没有修心的诀窍，那这是一个堕落啊。如果这种情况啊，他会堕落于什么样的地步呢？最后就是会这个修无明啊，他修出来的是什么呢？都是无明黑暗，他会走进啊无明黑暗啊，他会堕落于无明黑暗啊，这样子的，就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没有诀窍啊，去修心的话，那这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盲修瞎练啊。这个盲修瞎练的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么结果就是啊，进入黑暗啊，进入啊这个啊无明啊，这样子。进入黑暗和这个无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外道啊，除了佛教以外的这个外道也有很多的修心，他们也下功夫呀，而且他们有些外道的修行人的这种精进啊，有些时候都超越了我们很多很多佛教徒的精进啊，他们是非常用功的啊，非常认真的，但是呢，因为就没有一个解脱的这个诀窍啊，没有解脱的诀窍，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在这个修心上啊，再用功，再怎么样啊，都是没有用，都是最后就不能解脱了啊。所以，诀窍啊，修心的诀窍是特别的重要啊。没有诀窍的时候不能修啊。我们有些人呢啊，就到书店里面去卖一些藏传佛教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什么藏密的什么突厥藏密啊，突厥什么十轮金刚啊，突厥什么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很多现在啊，就是卖一些啊突厥什么恒河大手印呐，突厥什么大圆满呐啊，就是去看然后去看一些这些图啊，然后就没有观钉，没有穿称，没有诀窍，什么都没有，自己去修啊，那这就是典型的盲修瞎练啊！这样子以后呢，啊，都最后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结果啊，不会有任何结果。盲修瞎练啊，结果如果有结果，那是什么呢？就是无明黑暗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戒律啊，小乘佛教的这个戒律啊，出家人的戒律当中也讲过啊，没有诀窍的人是不允许修心的啊，不允许修炼，没有诀窍就不允许修炼啊。那么这个诀窍啊，从哪里来呢？来自于什么呢？就是闻思啊，闻思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些修心的这些诀窍啊。不闻不思啊，这些闻思都啊都啊
都认为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然后一开始就是说要去这个实修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他因为他放弃了文思，所以他没有诀窍，没有诀窍，这样子修是非常的危险的。他不但是没有什么结果，而且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以后的修心呢，必须要有诀窍啊，必须要有诀窍。比如说汉传佛教的，像禅宗啊，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个诀窍。如果没有诀窍的话，这个根本就不可能修出悟，这个明心见性特别的学，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很高端的修法啊。然后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啊，所以这个没有诀窍根本是没有办法修的。然后净土宗呢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呢净土当中提倡的这些一心不乱呢，一尘不染呢，这些没有诀窍是根本不可能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念佛也要有念佛的方法啊，这个还是要去学，至少这一点还是要去学的。然后汉传佛教是这样子啊，然后藏传佛教呢特别的重视这个传承啊，特别重视传承，没有传承啊，没有传承的东西啊，尤其是这个密法啊，仙宗的还好一些啊，在密法里面呢，没有传承的啊。我自己没有传承的，我不能去讲啊，我不能讲啊。然后呢，我没有资格传这个，为什么呢？我自己都没有传承，我自己都没有得过这个传承，那我怎么传呢？没有资格去传啊。所以非常的重视这个传承啊，官丁传承。然后就没有官丁的话，就是连看很多东西都不允许看啊。砍都不允许砍，绣啊，更何况是绣啊，修不允许修的。为什么不允许修呢？这样子去修的话，一定会出问题的啊，一定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出什么问题，那也就是浪费时间啊，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所以必须要有诀窍，有诀窍的时候开始修啊，没有诀窍的时候就不能修。所以。那个有些人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进啊，很精进啊，非常感动人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诀窍，那么没有诀，那这样子以后呢，他最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一定会走入误区啊，走入误区，他一定会走偏的啊，一定会走偏，他一定会走弯路的啊，所以这个也要平衡。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在修行的时候呢，修行之前啊，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文思啊，要文思我们对修行的这些所有的疑问啊，所有的这些困惑，一定要通过文思的智慧来解决啊。当我们静下来修行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修行的这个疑问啊，修行的这个疑惑，都在这个之前就已经通过这个文思解决。当我们静下来修行的时候，这些疑问都没有解决的话啊，都没有解决，这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很多很多的困扰，那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修行之前是必须要，必须要这个，这个修行之前必须要有文思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学无部大论呢或者是学其他的，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这条路，这种选择是正确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再往后的话，这个是对不对呢？那就不好说了。不好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一辈子都是去研究五部大论呢，然后呢就把五部大论整个五部大论的这些宗旨全部背下来然后就这个比如说在五部大论里面的比较难就高难度的这些难题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如理如法，这样子以后呢，那。这样子，
虽然达到这种水平啊，但是还不懂得这个修行，一直都这个研究啊，一直都学，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么以后的路呢就不一定是准确的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学这么多的这个文思，这么多的东西啊，大家都很用功的去学习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到目前为止的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修行的基础啊。那我们现在不懂的这个进入修行的这条路的话，那么以后这样子下去就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正确。这个一定要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曾经也讲过啊，这个。这些学会里面，像显密学会也好啊，菩提学会也好，这个学会里面呢，学了五年七年以后呢啊，就要懂得去啊这个修心啊，去要去修心，开始修心。如果还是不修心的话，那这个我们要学，是我刚才讲过了啊，这个学是学不完的，我们只能啊，我们这个这么短暂的人生当中啊，如果我们去学佛理啊，只能学到一部分啊，只能学到一部分，不可能全部学完啊。即使是全部学完了啊，不懂得修行的话，那也是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修，但是修之前是必须要有这个文思啊。如果修行之前啊没有通过文思的话，那这种修行啊，一定会进入啊错误的状态啊，堕落于错误啊，堕落于黑暗啊。那这个黑暗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修出来的最多啊，也是一种机制而已啊，也是一种机制，它根本就不懂得这个真悟空心呢啊，就不懂得这些基础的修行啊。然后呢，他以为啊，修行是什么呢？就是心里什么也不想啊，静下来。啊，才是修行。这样子用功的话，那就最后啊，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最好也是一种极致的修法啊，这也是一种极致的状态。嗯，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比如说七八十年前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圆满的成就者啊，大圆满的成就者叫做伊克拉玛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他不但是他本人了不起，而且他的这些学生啊，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啊，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嗯，那么在他当时呢啊，在他的这些学生当中啊，有些人是非常的用功的，但是呢他用功的方法不对啊，最后就是堕落了什么呢？最后就是堕落到这个极致啊，极致啊。那这个机制修多了以后，我们比如说就像南传佛教讲的内观啊，然后呢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机制的修法啊，他们都是一种基础的啊修法啊，基础的这个禅定而已啊。最后呢必须要超越啊，必须要超越这些状态啊。如果不超越，一直都修这个，只修这个机制这个禅定的话啊，那最后呢就是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真悟，没有任何的这个真悟的境界，没有任何真悟的境界。那么他修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机智啊，顶多也是机智，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学生当中啊，有几个人呢修行很勇猛，但是呢他们当时还没有真悟空心，他就是比较偏于这个机智啊。然后呢玉克拉玛就是把这些人叫来，然后让他们啊，让他教他们法师在三年之内不打坐啊，不打坐，不修心，念咒啊，吃咒。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没有文思啊，
就是仅仅是这样子修机制的话，那这个也不是好事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听这个就是某些人说的，经常挂在嘴边的要实修啊，不要去学呀。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修也要修，学也要学，这两个是不能脱节的。这个两个脱节了以后，根本就找不到正确的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啊。我们现代的人啊，就是掌握的知识很多啊，掌握的知识很多，然后这些知识呢啊，给我们灌输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啊，这些世俗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推翻这些世俗的所有的这些观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逻辑这些逻辑来证明我自己的这些观念是不对的、不正常的是错误的用这个争执来否定来否定我们自己的这些观念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否定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的话，就慢慢的可以进入了这个状态。啊，就是慢慢的可以进入，逐渐的可以进入这个正悟的状态当中啊，否则的话，我们连门都没有办法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世俗的东西啊，这些世俗东西一直都在强化，然后这些世俗的东西把除了他自己的这些观念以外，所有的这些观念都排在外面啊，然后不让他们进来啊。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佛教讲空心根本就不接受大家都觉得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子以后呢，连理论上都不接受更何况修心根本门都没办法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文思呀，通过文思的这个智慧来否定我们的自己的这些观念然后否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愿意这个时候就可以愿意进入像空心像光明像这个升起次第这样子的这个可以愿意进入这样子的状态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想都不愿意想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是更加的需要文思，所以在这个之前是必须要文思的，没有文思的话，这是一种堕落这一种堕落，最后就修行很长时间然后最终的这个结果又是一种黑暗，又是一种无明这样子很残忍的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结果了。这是第四，然后第五。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的重要。这个我曾经讲过很多很多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道宝曼论的这些韩文版的这些翻译里面，就根本就没有提出，没有表达这个内容，因为他们这个藏文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就是。这每一个字的内涵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就是第一个不是他的母语第二个呢，有可能这很多人都不懂，不怎么懂佛法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体验出这个内涵翻译的也是在这些问题上也是错了，连我都看得出来这个错了，翻译根本不是这样子那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通过文思也好，通过修心也好，稍稍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干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修菩提心修菩提心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这个干手干觉的时候呢干觉的时候，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空心，当我们去空心修空心的时候，对人物对这个空心稍微有一点点体会的时候体会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立即就要懂得继续修行继续修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停止不能停止。这时候停止的话，那这个感受这种感受呢，以后就不容易再找到这样子的感觉，
再遭到这样子的诋毁啊，然后以后如果如果遭到这样子的感受，但是呢，这个也是有可能是几个月以后，或者是几年以后啊，并不一定是几个小时以后啊。所以，当我们稍稍有一点点诋毁的时候呢，立即就要抓住这个啊，抓住这个感受啊，然后呢，立即就要去修啊。不能把它放在这里啊！如果放在这里，它自己会消失的啊，消失的。比如说，在一个文石里面啊，我们就有一点点冰块啊，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不懂得吃啊、喝啊，放在这边，它一会儿就会融化的啊。因为这个睾丸啊，下面呢，它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积蓄的，它一定会融化的。那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的心啊，是一个烦恼的一个睾丸的啊，一个这样子的睾丸路一样，或者是一个温室一样。我们的内心呢，啊，那这个当中呢，稍稍有一点点这个对空心的感受，或者是对这个菩提心，或者对出离心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呢，这就像一块冰块一样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加强它的力度啊，强化它的力度，一定要继续修啊。如果不修心啊，就是稍微有点感觉的时候，我们不管它啊，这样子的话，那它就它自己就融化了，没有了，消失了啊。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修心还没有到修心，就像我们闻思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闻思的时候，有些人呢因为在这个之前没有听过法啊，没有听过佛法，然后一听的时候，就是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东西以后呢，就是很兴奋啊，很兴奋，很高兴啊。但是呢，他不去修，不去修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慢慢逐渐的啊，这种兴奋啊，就慢慢的就会衰退的啊，最后会衰退的，然后他最后呢，啊，也就慢慢这个一次两次的这个就掌握就。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呢，有一次两次这样子有兴奋啊，然后他就不修行，不继续修行的话，那这个是不会持续的，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啊。这种最后就堕落什么呢？最后就是堕落有子啊。有子是什么意思呢？有子就是在我们社会上啊，就有经历了很多很多坎坷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就是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情况都是非常熟悉的啊，非常狡猾的啊，这种人叫做幼子啊，这叫做幼子啊。然后呢，我们佛法里面呢，这叫做法幼子啊。法幼子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人生难得，我懂啊，无常，我懂啊。啊，比如说今天有人来给我讲这个人生难得无常，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可以讲的比你还好啊！我为什么还要学呢？啊，这样子。但是呢，我人生难得我也懂，但我不修啊。无常我也懂，我不修啊。然后出离心我懂，菩提心我懂，都不修。嗯，这样子以后呢，啊，他了解了很多很多，他对这些佛教的很多的修心啊观点都是很熟悉的。啊，都是很熟悉的，然后闻思，他又经历了很多很多了啊，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呢，啊，他不修行啊，不修行，因为不修行，所以他没有获得任何的啊，没有获得任何的这个修行上的体会啊，没有体会。那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他会堕落于法有子啊。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啊，我强调过很多次这个，就是因为我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们都懂这个道理，然后呢，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啊。好的经验我们不会有什么，但不好的经验很多的，所以就是当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感受或者收获的时候呢，必须要抓住啊它，一定要去培养它啊，一定要培养它。啊，否则的话，它会消失的啊！消失了以后呢，很长时间找不回来的啊！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最后啊，最后我道理上我什么都懂了
然后呢，我对谁的这个讲法呀、穿法呀、上课呀都不感兴趣了。为什么？我都懂啊，但是呢，懂了有什么用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收获啊，没有体悟啊。然后最后就是认为他觉得这个学没有什么意思了。啊，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呢？我懂这么多道理，对我没有任何的用啊。最后呢，就率推啊，有可能推出啊，推迟信心都有可能的。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是最大的堕落呀，这是最大的堕落。所以不能不能变成这个发游资啊，发游资啊，这个我们文思啊堕了以后啊，这个。文思修啊，没有达到这个平衡的时候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啊。有些人会讲讲的有可能讲的这个比法师讲的还好但是呢没有修心啊，没有自己没有修心，最后就是法有资啊，就会堕落于法有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刚才讲的两种问题，大家听出来了没有？第一个是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听啊无常的时候，这个对我的触动相当相当的大啊，然后触动很大啊，但是这个时候就不学了啊，不去修了啊，放在那边不学不修的话，那2天3天以后，就这个触动这种感受。就慢慢的消失了，然后又去修这个听空性的时候，这对我的触动也很大呀，然后也非常的激动啊，很兴奋啊，然后又不修啊，然后这个是什么所谓的激动啊、兴奋呐、触动啊、震撼呐，什么都慢慢的消失了，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文思最后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就像我们。这个治病的时候，这种抗生素吃多了以后呢，最后就是任何药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个佛法也是这样子，这是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道理。其实世间的很多很多的东西，跟我们佛法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相同的相同的。就像我们看很多的东西，学很多东西，这个。有些时候反而还不好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能够这个用得更好一点呢？我们学到了以后，然后去修。比如说我今天去听了这个无常，然后对我的触动感受非常大然后立即就去修这个立即要去修。那修了以后呢，这种感受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或者是这种感受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好，最后我就走上这个解脱道然后慈悲心也是一样的这个慈母怜人报恩这些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是非常对然后就很激动那激动的时候立即要去修。修一定要培养这种感受如果立即去修，立即投入到修行当中，那么这个感受它就会越来越强然后它也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不会消失越来越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刚才讲的我们这是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修行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座都是修得很好。这个我们修心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这种同感有些时候我们修得比较好，有些时候呢修得很差然后有些时候修得比较好的时候感受比较好的时候呢，那立即就要这个要继续修这个法。然后呢不修了，觉得可以了就不修，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会消失这种感受。然后呢，我刚才讲的就这个是意思，就是说，就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这种感受这样以后呢，最后就是很失望，最后有不修心，有退出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
这是一个过去的这些修行人他们的亲身体会到的一种经验啊，告诉我们，其实际上也是一个诀窍啊。但是这些汉文版的那些里面都没有说出来这一点啊，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啊，他只是看一个文字，简单的文字上的，其实文字上的也没有翻译出来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一点点这个干手的时候啊，这个干手是这个藏文的意思是说，这个干手啊，某一个干手当它在原底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说它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在冤处还没有消失的时候，然后立即就要抓住它啊，抓住它啊，然后要去培养啊，培养这时候就像我们从苗圃里面呢，我们买了一个这个像一个这个任某一个植物的某一个植物的这个种子，然后呢立即就要就在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栽培这样子以后呢它可以长出来相通的同样的，我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修了有一点点干手的时候，然后这个就不能放弃了就继续去努力的去修，这样子才能够有结果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曾经也讲过有些人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是很兴奋了觉得非常的好，然后慢慢慢慢就是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说一年学佛的时候佛在身边呢，什么三年学佛佛在天边，为什么呢？不是佛在身边天边，就是我自己的修行的方法不对。一年学佛的时候呢，没有接触过，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这个时候就是很觉得很好然后这感触很深但是呢因为没有修没有去修，这是听完了以后没有去修，那这种感受呢就会，如果不修的话它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它会慢慢的消失的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世俗的这个这些世俗的这些激动兴奋这都不就是这样子吗？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对某一个物质某一个东西的这些好奇心等等，都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有感觉的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感觉了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像家庭的问题像很多很多问题，最后是为什么当初不是这样，最后后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种所有的这些什么兴奋感激激动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它一定会消失的如果你要想一定要它一直都要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要去培养所以我们比如说有菩提心的时候，就稍稍有一点点菩提心的时候呢，然后一定要去修心，要培养如果这个时候我不观它的话，那就是它是不会持续的这样子的意思。这个第一个是闻思的时候闻思的时候呢，就是说稍稍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立即就要投入到修心当中通过修心的方式去培养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除了文字以外，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修行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修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感受有些时候这个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呢还是很有感触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这个继续去修然后这个感触不要让它消失这个意思修心不要间断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做的话最后就是变成了最后就是变成了这个发有子发有子这个很重要学佛还是要有方法有方法才能够成功学佛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诀窍没有诀窍念一个时间的事情都不成功的
那佛学佛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了。这是第五啊，然后第六啊，第六个多罗啊，第六个多罗是什么呢？我们要修啊，这个慈悲心。嗯，如果不强调慈悲心的话啊，如果不强调这个慈悲心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文思修啊，还有这个积累功德、烧香拜佛这所有东西，都会堕落于小乘佛教。啊，都堕落于小乘佛教，所以必须要修啊慈悲心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说太多了。这是第六啊，然后第七，第七啊，就是要修啊空心啊，要修空心的智慧。嗯，如果不修空心的智慧的话，那我们啊虽然有出离心啊，有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还有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个信心啊，都有啊，但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所有的啊这些啊文思啊修心啊啊这个烧香拜佛呀积累功德呀，都成为堕落于啊世俗红尘啊，世俗红尘，这都变成啊这个。轮回的因啊，它都会变成轮回的因缘啊，它都变成轮回的因缘，不能变成这个解脱的因缘啊，所以一定要修智慧啊，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也不需要再讲了。然后第八啊，第八是时间八法啊，时间八法我们曾经也讲过了。一定要这个消灭粪水啊，消除世间啊世间八法。嗯，如果我们啊不懂得放弃啊世间八法啊，比如说我们文思是为什么呢？文思呢啊，我要考试啊，为什么要考试呢？我要争取一个全国的一等奖第一名啊，这样子就这个多有面子呀，多光彩呀。啊，这个我们师兄当中就有地位了啊，就是一种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心识的世间八法啊，另外一种心识。我们原来的世间八法呢，就是这个去对啊，这个去啊，这个追求追求世俗的啊，红尘当中的名啊、利啊等等。啊，然后我们进入佛门了以后呢，如果去追求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世间八法啊，也是一种名利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放下的啊，放下。这个我们啊不可能我们没有世间八法，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的，世间八法我们都有的啊，但是呢，世间八法彻底的啊，要端出这个，可能是在异地的时候才能够彻底的端出啊。所以我们没有征得异地之前，我们都有世间八法啊。但是这个世间八法的层次是不一样，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啊，我们一个初学者也可以把这个世间八法的程度可以降低啊，不要那么的明显。啊，不要那么明显啊！程度降低了以后呢，这个世间八法，当它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力量的时候呢，然后它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或者是我们的文思修心当中，它是一个潜在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种子之类的啊东西，然后它不是很明显啊，所以在我们学修心的过程当中，文思的过程当中啊，就不会起到啊这个负面的作用啊，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世间八法啊，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减少啊世间八法啊，不懂得这个断除啊世间八法的话，那么最后堕落于什么呢？啊，我们的文思修啊，还有积累资粮，包括放生啊什么的啊，所有都变成这个世俗的因缘
啊，世俗的因缘，这就是变成这个轮回的因缘啊，轮回的因缘。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当我们世俗人啊，我们有任何啊，就比其他人好一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然啊，自然而然就会有傲慢心的啊。比如说我的钱啊，比我师兄们多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会傲慢的啊。然后呢，我长得比其他人的帅或者漂亮，那这个时候我也会傲慢的啊。同样的，我学的啊，比这个师兄其他师兄多，或者说我其他的都不如他们，但是唯一一个我背书啊，背的比他们都好啊，那样子的话，那我也会傲慢的。我觉得我其他不如，但是呢，我背书比你们都好啊啊，所以我也还是很不错的啊。有这样这种傲慢心呢、啊，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我们刚刚进入这个学院呢、啊，去学习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的啊，很傻的。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之前学到的一点的东西啊，就那个时候也是会有傲慢的啊。我们自己都像我的话，我自己都不太感觉得到。但是呢，但是法王感觉到了，看到这个是有傲慢的，然后天天打击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傲慢就慢慢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当时呢，这个傲慢这两个提起来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词，傲慢啊是敏感词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有些敏感词一样，傲慢这两个字很敏感的啊，就是触动啊，触动很大。就讲这傲两个傲慢的时候呢，心里啊，立即就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法王就是用傲慢两个字来打击啊，所以这个打击比较厉害的啊。然后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啊，然后就不能并不能说没有傲慢，肯定是有傲慢的，但是呢。知道啊，至少知道这个傲慢是不对的啊，至少知道了啊。所以你们呢啊，平时如果就是没有一个人来就是垫啊你的这个问题，直接垫你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啊文思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说你垫名啊，你哪里不对，你哪里有傲慢，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这种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培养啊，自己无形当中会产生啊一种傲慢心，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没有十践八法，我们大家都有十践八法的啊。那这种十践八法啊是不对的啊，傲慢心啊是不对的。在我们的这个从世俗的角度看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啊。这个经济上讲啊，有些是有钱，有些是没钱啊，不一样啊，层次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的学历啊也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的面相啊相貌也不一样啊，这个层次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这些都是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啊，这些都是不能拿来啊这个做文章的啊，这都要放下啊。所以这个在学佛的时候，这个来比什么有钱没钱呐 啊来比什么这些是不对的啊。包括我们啊这个学的啊东西啊，学习呀、修行呐，当然学得好当然是一种光荣啊，修得好那更光彩啊。但是呢，这个不能因为修得好，因为学得好就傲慢啊，是不对的啊。十践八法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学习啊、修心，一定要变成十践八法的对治理啊，才是对的啊，这才是对的，嗯。如果这些我们学了很长时间，也修了很长时间啊，这些修学都没有啊，没有成为十践八法的对治力，反而这个十践八法在增长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路是肯定是错了啊，我们的路是肯定是走错了。所以十践八法啊是不对的啊，我们平时啊，包括我们放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这个师兄啊之间的这种就平衡的对待啊，说话的这个态度啊，还有就是等等
啊，然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学习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你们的这个讨论啊，但是如果我参加的话，一参加就知道谁是有傲慢心啊，这说话的口气一听就知道的啊，谁是有傲慢心，谁是没有傲慢心，一听就听得到。我参加半个小时，肯定听得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啊，一定要把这些。就是我刚才讲了，你们是没有人点名啊批评的啊，我们是非常的幸运，有人点名的批评，点名批评，而且是几千个人当中点名，几百个人当中点名啊，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样子以后，这个大祭司很厉害的，这样大下去了以后就永远都起不来了啊啊，你们可能是没有人这样点名，很野的。很厉害的，所以就是还是啊，这佛经里面是讲这个啊，不论有傲慢心啊，讲的很多，但是没有人就是针对个人的啊，没有人点名批评，这个是不一样的。过去的这些上师啊，都是这样子点名的啊，点名去批评啊，点名的去打击啊，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话，肯定会。有可能出问题了，不能这样子啊，还是要听说一些好听一点的话才是对的啊。啊，如果点名批评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是说这个是什么人身攻击啊，什么侮辱呀，都很难说了啊。所以还是就是要说一点比较公平的话，这样子就可以的啊。那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一样，就是有人点名批评。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感受感触也是很大的啊，所以的这个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啊就是必须要学会这个世间八法啊，要控制啊，至少要控制啊，在任何一个这个学佛的这个团体群体当中啊，不要去啊这个去攀比啊，攀比什么呢？包括文思修行的成绩啊，都不要攀比，修行越好越这个越修行的这个结、成绩啊越大，当然是越好了。但是这个也不攀比啊，这个也不说那啊，世间八法啊，如果放不下的话，那我们的修行呢什么的，都是最后啊，都是成为这个世俗的啊轮回的啊这个因缘。啊，因缘，所以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这个很重要的。这第八啊，然后第九啊，第九最后的两个呢啊，它是针对出家人啊，或者是一个修行人讲的啊。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居士啊，还有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修行人啊，学佛的人呢啊，也这个从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第九是什么呢？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崇拜啊，更多的人崇拜，尤其是这个世俗的人啊，不懂道理的这个世俗的人，很多很多来这个崇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如果自己不懂得啊，自己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这些啊，像傲慢呐、啊，像其他的这些不好的负面的这些观念啊，不懂得控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堕落啊，堕落什么呢？就是堕落于比较喜欢，喜欢这个鼓啊他人的情面啊，看别人的面子啊。有些时候呢，我不想做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个面子的问题就去做啊。比如说违背佛法的、违背因果的啊这些。本来就知道这个是不能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人际关系啊太复杂了，以后呢，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就像你们有些时候这个，虽然受了这个纠结啊，但是呢，应酬啊，因为应酬有些人呢就是纠结受了纠结以后都犯了，这个不是因为他想喝酒啊，就是因为这个人际关系就很复杂了，没有办法啊，这是就是有这种情况。然后出家人修行人也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啊，这个人脉关系要控制，如果有啊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断掉的话，
在这个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真知真念啊，要保持自己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不能太过分的顾情面啊，这样子的意思。这是第九。第四呢，然后又是一个作为活佛呀，作为上师呀啊，对他们而讲的啊，比如说稍稍有一点点这个功夫啊，神通啊啊之类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功能，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自己的这个意志不坚定的话啊，就是要修出离心、菩提心，走向解脱啊，利益众生的这种意志很坚定的话，那有神通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反而这些东西啊，可以转化为利益众生的一种工具啊，都可以。但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益众生修心闻思修心的这个意志不坚定的话啊，意志不坚定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啊，经常都为这些世俗人的世俗生活服务啊，比如说谁家。啊，就有什么啊，比如说啊，就是有些地方去，很多人就会喜欢去搭卦啊，搭卦以后呢，他会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什么的法事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呐、上师呀，经常都是为了这世俗人的，为了他们的生意啊，为了他们的婚姻啊，为了他们的这个工作顺利啊，孩子的这个考试呀等等啊，就天天就是为了这个啊服务做法事啊，最后会变成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有一点点功夫呀，所以大家有一点点神通啊，这样子以后大家都喜欢去找这个人啊，然后这个人呢，他自己的这个闻思修行走向解脱的这个意志不坚定啊，意志不坚定，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把这个闻思修心啊这些东西最值钱的、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弃了啊，然后就为了别人的婚姻呢、为了别人的这些世俗的事情服务啊，这样子是不对的啊。本身啊，我们大乘佛教啊是应该服务的，为了别人的婚姻也好啊，为了别人的这个任何这事业也好，凡是众生的这个痛苦啊，都是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应该去想办法解决的啊，都是可以的。但是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闻思修心啊，或者是我们让其他人修心啊、学习啊这些正确的这些教育都放弃，然后就整天就是为了他们的婚姻呢、这些世俗的啊，就是为了这些世俗的事情啊，做法事、念经呢、什么这些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堕落啊，也是一种堕落。这样子下去的话，第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什么法事、念经呢、这个超度呀啊，有各种办法去啊。帮助别人的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因为做了这个法事，然后呢，这个佛法的力量啊，就改善了这个人的婚姻呢，啊，这个人的这个感情呢，或者这个人的这个工作呀等等啊，但是对他的帮助不是很大呀，这个对他的帮助也不是没有解决很大的问题，这个一时啊解决了问题，但是呢这没有办法保证啊以后再不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个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对别人的利益也不是很大啊，然后对自己的啊这个闻思修行啊都放弃了啊，这样子经常这样子下去的话，那这也是一种堕落啊，也是一种堕落。所以我们尽量的帮助啊，只要我们能够帮助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啊选择的，都可以帮助，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帮助。但是前提啊，或者是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或者是他人的啊这个闻思修行
走向解脱啊，这个永远都不能牺牲的啊，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代价呀啊，那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啊，所以我们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作为一种啊这个付出的代价，但是呢，文思修心啊，尤其是修心啊，不能作为代价啊，那这样子，所以如果这样子下去，那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这个堕落啊，那这十个叫做世相堕落啊，所以我们啊要小心啊，要注意，平时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啊，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我们都很容易啊，就这个面临的一些这样子的东西都是很有用的啊，然后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啊，大家要好好学然后这个学呢，我想不需要学太多的，这因为这些道理都是很简单的，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但是要去做啊，要做就不容易了啊，希望大家做的就更好一点。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sonum de yi tan zhe zu ba ni dong le ni bi zhe ne ban zhi jin ga na ji wa long zhe ba zhe bin zu le zhu wa zhu le zhu om a hum ban zhe ge zhe ba ma se le hum om a hum ban zhe ge zhe ba ma se le